为什么汉服这么流行？随着汉服在中国和世界的曝光率逐步增大，关于汉服近几年逐步重回大众视野，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、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寻求多元化的时代，在大社会背景和日益活跃的新型元素驱使下，我们发觉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为了发扬传统文化，体现我们国人的特色文化，所以很多人愿意穿汉服去表达我们的文化。二，随着我国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，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也逐步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穿汉服，他们觉得这样是彰显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。